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。你要干什么？啊！大陆哥，你先走，你先走，我们先走。哎，怎么了？人家不同意。野马滚！哎，西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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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西兰，等我一下，我跟你们说，既然没有同意情况下，你们不要做决定啊！哎，你要干什么？你给我等着！西兰，西兰，西兰，你跑得好快，你看我都追不上你，你快下来啊！没事的，大鲁哥，平时我一个人的时候就喜欢在这里坐。哦，那你还是过来吧啊！哎呀，鲁哥啊，他们一点都不为我着想。嗯，对。还有啊，我听说他离过婚，有三个孩子。离过婚，三个孩子啊？嗯，然后他喜欢喝酒打牌。还因为我听说那个他的那个前妻是因为被他打的，所以就离婚了。这样子的？嗯，那这种人那我都不同意。这样子，喜拉，我然后我下去，然后去找你妈妈，我好好跟她说一说啊。他们不会听你的，不会的。哎，你放心，喜拉，有我在，我一定把这个事情摆平啊。既然我知都知道这个事情了哈，他们不会听你的。哎呀，吉兰，嗯，你要相信你大卢哥啊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，对不对？我相信你啊。对了嘛，相信我就行了嘛。那走吧啊，听话，走吧。谢谢你啊，大卢哥。哎，不用谢，快走吧，不用谢，走吧走吧走吧。阿麦，哎，吉兰妈妈，哎，哎，麻烦你出来一下，我跟你说个事情。哪个很多呢？啊，你出来嘛，出来嘛，这里人多不好说，来嘛，过来嘛。吉拉妈妈，哎，我跟你说一下关于就是吉拉的一个婚姻问题嘛。你想想看，之前你们就给吉拉安排了一个他不喜欢的，结果过去过后受了很多委屈，他自己最后选择了回来，是不是？你看你们现在又给他安排一个，这个人品行那么不好，据说是离过婚的，是不是？而且的话又喜欢打牌又喜欢喝酒。他不喜欢让我几千的嘛，我几千他离婚了三十多万，赔了三十多多少钱啊？这三十多万吉拉已经说过了，他以后会自己挣回来还，知道吧？而且那个男的你想想看，说喝了酒过后就打他了以前那个前妻，后来才离的婚。你想你把吉拉交给这样一个男的，你放心吗？他是你女儿啊，对不对？那个我二叔还是帮他还的嘛，帮他还那三十多万，说多也不算多，知道吧？只你看我们吉拉很勤奋，而且的话特别懂事，这么年轻，那只要努力，很快就能够还清的。就你帮我还也得不嘛？啊？你帮我还也得不嘛？妈，你是没什么心眼啊？嗯，不是，哎，我吉拉妈妈，我跟你说一下，嗯，我现在因为。今年遇到很多事情，现在我农场也在投入，我现在也一时半会儿拿不出这么多现金出来，知道吧？所以说可能就这个忙也帮不了啊。帮不了走进了啊，帮不了走进了。嗯，这个我也花不起，他也走不起了嘛。啊，怎么你这个、啊、等一下，知道吗？要不你这样子嘛，嗯，我给吉拉找事情做。我这边带着他，然后让他创业，你给他段时间，然后让他去挣钱，挣回来还，好不好？一直在这大山里面，在这农村，确实也挺难的啊，好不好？他马上要钱的话，马上要钱的话，啥子了？给他拿俩。这样子嘛，你跟他们说一下，一年时间，好不好？一年时间搞不起啊，最多都还得半年。半年？嗯，是了，半年。半年时间，半年时间可能难度啊，有难度啊，真的，是吧？啊，啊，这一次破了，对了，破了的。哎，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哎，吉拉妈妈，你回来，吉拉妈妈，你等一下，哎，你等一下，哎，是吗？半年就半年，我跟你承诺，我跟你保证，半年之内，吉拉能够把他们的钱全部还清，好不好？你说的哦，我说的就我说的啊，如果这个钱吉拉。半年之内还不了，我大卢帮他还啊！你去跟他们说一下，好不好？我怕他啥厉害啊？好，跟他们说一下啊！我在这里等你消息啊！
他们退了，这个没退呢。都同意了是吧？啊，哦，他不同意。啊，哎，吉拉，嗯，是你婶婶吗？你欠多少钱？我没有欠他钱。那没欠他的钱，你不同意什么？因为、啊、怎么了？因为那个男的跟他说，把我介绍给他，他就给我婶婶5000块钱。现在我不同意了，我婶婶1块钱都得不到，所以呢。哦，这样子是吧？嗯、介绍费是吧？那这个事情都没有成，你那是不是无理取闹？肯定有介绍费的呀，什么每个人都有介绍费。你介绍要介绍成功啊，人家其实他自己的幸福自己做主，为什么呀？对不对？那不成功也怪你了嘛？怪谁？怪你啊！怪我，你在中间跑来跑去的。我在中间，人家自己不愿意是不是？怎么那个退嘛？用不当是用虚养是吧？你退那只能啊，对吧？说什么？对你说什么？知道？现在不了。他说、啊，他说，嗯，不同意那就给500吧。为什么要给500呢？对呀、啊，我那你去多少军都给去了，我去的吃了些，就得吃了些嘛。我怎么讲？什么什么什么？我拒绝了。他说给他500块钱。啊，肯定拒绝。其他干的不错，拒绝他。啊，不用理他，我们走。大家好，我叫吉拉。大楼哥今天跟我说，他把记录我的视频发到了网上，并且得到了很多朋友们的喜欢与关注。吉拉在这里谢谢你们，吉拉会加油的。